来关心一则经济方面的消息。无头路贯彻最近利用透早专门偷摕餐厅门口前的食材，和餐厅营业产生真大的困扰。嘛，因为这个涉嫌真高商品监视器，有真侪业者受害。家己市警方将伊抓到啊，对于多处的偷窃，警方报警请法官记案。骑着机车，看到餐厅头前的食材，但是机车就停在监视器摄未到的所在，西咧行过去，提咧紧走，骑机车离开。供应商就是把余货放在他的门口，拿了就走，放在车篮里面，然后扬长而去。机车驶过，也劈开电杆，但是角落出了机车，警方依据新型车祸，一车局人抓到啊。所以导致我们调到的时候没有发现它正面的影像，所幸我们同仁经过抽丝剥茧，调沿路的监视器的部分，先掌握它的特征。因为刚机器有真侪件食材被窃案，和餐厅营业产生真大的困扰，警方依法报警，请法官记案。如果连续的话，都有这个窃盗行为的部分，其实的话，它所窃的标的价值不是很高昂，但是会造成社会上的一个不便与困扰，所以法官那边也会审酌状况。累积相关的件数的话，还是会裁准羁押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、江启奇、蔡孔波登。放在车篮里面。